恒使皮时用诸散射天子之功和九而成归诸侯和七而成归大夫和五而成归士和三而成归巨者谓之帝。公凡祭祀共设身之公使，则共设圣职之公使，大赦宴设共公使如数，并加大丧共民公使，凡师亦会同班公务，各以其物从受兵制之于田邑充龙服使共增使，凡王使者服用则更善人。善人长王之用公务使徒增一爵使长赵王设赞王公使之事，凡乘车冲其龙符载其公务既设，则免之无会计。靠人 PG 五十，靠人长受财于直经以积其公，公六物为三等，五四物亦如之，使八物皆三等，服亦如之，春献素秋献成书其等。以享功臣其事，是其功母以下上其实而诸赏乃入宫于司公使及善人，凡积财与其出入皆在靠人以待会而考之王者却之。荣佑，荣佑长荣车之兵革使赵赞王古传王命于城中会同冲革车盟，则以玉敦辟盟，遂一之赞牛而逃猎。其佑，其右长祭祀会同宾客前骑车王臣，则持马行则陪臣，凡有身事则前马。道右，道右长前道车王出入，则持马陪臣，如骑车之一字车上欲命于从车，赵王之车仪王室，则下前马王下则一盖从。大狱，大狱长狱王禄以四级犯拔王自左狱狱下柱登受配犯拔岁屈之级祭卓仆仆左直配右祭两尺祭月乃引凡狱禄行以四下屈以采祭凡狱禄以鸾和未结荣仆。荣仆长狱荣军长王族车之阵阵其父犯拔如狱禄之仪凡巡守及兵车之会亦如之长凡荣车之仪其仆。其仆长欲金禄以兵朝敬宗欲享时皆成金禄其法一个以其等位车送逆之节道仆。道仆长欲向禄以朝夕宴出入其法一如其车长二车之政令田仆。田仆长欲田禄以田以彼长左车之政社区逆之车令或者直经及县彼秦凡田王提马而走诸侯进大夫时御夫。御夫长御二车从车使车分公马而驾至之孝人。孝人长王马之政变六马之属种马一部戎马一部骑马一部道马一部田马一部奴马一部凡班两马而养成之臣马一师四与三圣位造造一去马三造位细细一御夫六细位舅舅一仆夫六舅臣孝孝友左右奴马三良马之数立马一与八立一师八师一去马八去马一御夫天子十有二贤马六种方国六贤马四种加四贤马二种凡马特居四之一春季马祖直居夏季仙木斑马公特秋季马设脏湖冬季马布县马蒋御夫凡大祭四朝进 PG 五十一会同毛马而班之士弼马直扑而从之凡宾客受其弼马大丧事遣车之马及葬埋之田猎则率驱逆之车凡将是于四海山川则是皇居凡国之使者共其弼马凡军士务马而班之等御夫之路宫中之烧食去马长赞正两马而其其饮食减其六节长驾说之班便四十之居至以听御夫乌马乌马长养及马而臣至之相依而要公马及受财于孝人马死则使其甲胄之禄其不于孝人牧师牧师长牧地皆有力尽而班之孟春坟墓中春通营长其政令凡田氏赞坟来搜人搜人长时有二贤之政教以驸马一特教陶公居及祭马祖祭贤之先不及直居散马耳与马正孝人员选马八尺以上位龙七尺以上位来六尺以上位马与师与师长教与人养马春除入姓旧时木下雅马东县马设则冲胜直慈强则简和与人
与人长养马除牧之事以一与师，凡宾客丧祭牵马而入城，新马亦如之。直方士，直方士长天下之徒，以长天下之地遍其邦国，都以四夷八蛮七岭九合五戎六狄之人民与其才，用九谷六畜之数，耀州之其利害，乃遍九州之国，使同贯立东南曰扬州，其山镇曰会稽，其泽叟曰巨曲，其川三江，其境五湖，其利今西逐渐，其名二南五与其处以鸟兽，其谷以道镇南曰荆州，其山镇曰衡山，其泽叟曰云蒙，其川江汉，其晋引战其力单以止革，其名一南二女，其处以鸟兽，其谷以到河南曰豫州，其山镇曰华山，其泽叟曰莆田，其川迎其晋波扎其力零七思喜，其名二南三女，其处以六扰，其谷以五种镇东曰青州，其山镇曰宜山，其泽叟曰望珠，其川怀寺，其境一树，其力浮于其名二男二女，其处以鸡狗，其谷一道麦河东曰兖州，其山镇曰岱山，其泽叟曰大野，其川何几，其境如为，其力浮于其名二男三女，其处一六扰，其谷一四种镇西曰雍州，其山镇曰岳山，其泽叟曰咸浦，其川精锐，其境未落，其力玉石，其名三男二女，其处以牛马，其谷以蜀冀东北曰幽州，其山镇曰一无驴，其泽叟曰西仰，其川何几，其境滋石，其力于岩，其名一男三女，其处以四扰，其谷以三种河内曰冀州，其 PG 五十二山镇曰霍山，其泽叟曰阳于其川张，其境焚怒，其力松波，其名五男三女，其处以牛羊，其谷以蜀冀镇北曰令州，其山镇曰衡山，其泽叟曰昭于其川胡池偶以其境来意，其力不薄，其名二男三女，其处以五扰，其谷以五种乃遍九富之邦国，方千里曰王姬，其外邦五百里曰侯福佑，其外邦五百里曰殿福佑，其外邦五百里曰南福佑，其外邦五百里曰采福佑，其外邦五百里曰魏福佑，其外邦五百里曰蛮福佑，其外邦五百里曰夷福佑，其外邦五百里曰镇福佑，其外邦五百里曰藩福，凡邦国千里封公，以方五百里则四公，方四百里则六侯，方三百里则七伯，方二百里则二十五子，方百里则百男，以周之天下，凡邦国小大相为王，设其牧，治其职，各以其所能治其共，各以其所有，王将巡守则戒于四方，约各修平，乃守考，乃执事，无敢不敬，戒国有大行，及王之所行，先到率其属而巡戒令，王因国亦如之。土方士，土方士长土规之法，以至日景，以土地相宅而建邦国，都比以变土，以土化之法而受任地者，王巡守则数王舍怀方士，怀方士长来远方之民，至方共至远物而送逆之达之，以节制其尾机管舍以食。何方士，何方士长达天下之道路，通其财力，同其术器，依其度量，除其怨恶，同其好善。训方士，训方士长到四方之政事，与其上下之治，送四方之传道，正遂则不而训四方而关心物。行方士，行方士长治方国之地，欲而正其风将，无有华丽之地，使小国是大国，大国比小国。山师，山师长山林之民，辨其物与其利害而颁之于方国，使治其争议之物。川师，川师长川泽之民，辨其物与其利害而颁之于方国，使治其争议之物。远师，原师长四方之地，名遍其灵焚眼，远其之名物之可以封邑者。匡人，匡人长达法，则匡方国而观其特，使无敢反侧，以听王命。叹人，叹人长宋王至道国之政事，以寻天下之方国而与之十万民合说而正妄念。都司马 PG 五十三，都司马长都知事，庶子及其众数车马兵甲之戒令，以国法长其政学，以听国司马家，司马亦如之。
秋官司寇，秋官司寇。唯望建国变方正位体国经典设官分职以为民籍乃立秋官司寇使率其属而长方姓以左王行方国行官之。属大司寇卿一人，小司寇中大夫二人，侍师下大夫四人，乡试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吕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虚十有二人，土板有二十人。岁试中士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虚十有二人，土板有二十人。县试中士三十有二人，府八人，史十有六人，虚十有六人，土板有六十人。方试中士十有六人，府八人，史十有六人，虚十有六人，土板有六十人。亚试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虚八人，土八十人。朝试中士六人，府三人，史六人，虚六人，土六十人。司明中士六人，府三人，史六人，虚三人，徒三十人。司行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虚二人，徒二十人。司次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司约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司蒙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直经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虚八人，徒八十人。司隶下士二人，史一人，徒十有二人。犬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甲四人，徒十六人。司环中士六人，下士十有二人，府三人，史六人，虚十有六人，徒百有六十人。掌球下士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徒板有二十人。掌路下士二人，史一人，徒十有二人。司隶中士二人，下士十有二人，府五人，史十人，虚二十人，徒二百人。嘴隶板有二十人，蛮隶板有二十人，闽隶板有二十人，宜隶板有二十人，河隶板有二十人。布县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虚四人，徒四十人。晋沙路下士二人，史一人，徒十有二人。晋报士下士六人，史三人，虚六人，徒六十人。野卢士下士六人，虚士有二人，徒板有二十人。腊士下士四人，徒四十人。雍士下士二人，徒八人。平氏下士二人，徒八人。司务氏下士二人，徒八人。司选氏下士六人，徒十有六人。条郎氏下士六人，虚六人，徒六十人。修余氏下士二人，史一人，徒十有二人。明氏下士二人，徒八人。数氏下 PG 五十四是一人，徒四人。血氏下士一人，徒四人。赤氏下士二人，徒八人。坐氏下士八人，徒二十人。智氏下士二人，徒二十人。撤促氏下士一人，徒二人。简氏下士一人，徒二人。赤拔氏下士一人，徒二人。郭氏下士一人，徒二人。胡桌氏下士一人，徒二人。亭氏下士一人，徒二人。贤梅氏下士二人，徒八人。伊齐氏下士一人，徒二人。大行人中大夫二人，小行人下大夫四人，司仪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行夫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四人，史八人，虚八人，徒八十人。桓人中士四人，史四人，虚四人，徒四十人。相虚美狄上士一人，中士二人，下士八人，徒二十人。掌客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二人，虚二人，徒三十人。掌亚中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虚四人，徒四十人。掌交中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徒三十有二人。掌察四方中士八人，史四人，徒十有六
人。长或会下士十有六人，十四人徒三十有二人。朝大夫美国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十二人，庶子八人，徒二十人。都则中士一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十二人，庶子四人，徒八十人。都是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十四人，虚四人，徒四十人。家事亦如之。大司寇，大司寇之执掌建方之三典，以左王行方国节四方，一曰行兴国用轻典，二曰行平国用中典，三曰行乱国用重典。以五行纠冠名，一曰野行上功纠立，二曰军行上命纠守，三曰乡行上德纠孝，四曰官行上能纠职，五曰国行上怨纠报。以还土具教罢名，凡害人者置之还土而失职，是焉以民行耻之，其能改过反于中国不耻，三年其不能改而出还土者杀，以两造敬明送入数十余朝，然后听之。以两计敬明欲入军，经三日乃至于朝，然后听之。以加十平罢名，凡万民之有罪过而未立于法而害于周礼者，治故而作诸加十亿诸司空重罪，寻有三日作七亿，其次九日作九月亿，其次七日作七月亿，其次五日作五月亿，其下罪三日作三月亿，使周礼人之则幼而舍之，以废时远穷民，凡远近穷独老幼之欲有负于上而其长福达者，立于废时三日，是听其词以告于上而罪其长。正月之吉时，何不行于邦国都，必乃现形象之法于相位，使万民观形象，挟日而敛之，凡邦之大盟约立其盟书。 PG 55而登之于天府大使内史司会及六官，接受其二而藏之。凡诸侯之欲送以邦典定之，凡卿大夫之欲送以邦法断之，凡庶民之欲送以邦臣必之大祭祀奉犬牲。若因祀武帝，则戒之日历是百官戒于百族及纳亨前王祭之日亦如之，奉其名水火。凡朝觐会同前王大丧亦如之，大军旅立禄于社，凡邦之大事使其属毕。小司寇，小司寇之执掌外朝之政，以治万民而巡焉。一曰巡国为，二曰巡国迁，三曰巡吏军，其为王南乡三公及州长百姓，北面群臣，西面群吏，东面小司寇，并以序进而问焉。以众府治而必谋，以五行听万民之欲，送付于行用情绪知至于巡，乃必之读书则用法。凡命夫命妇不工作，欲送凡王之同族有罪不及，是以五声听欲送求民情。一曰词听，二曰色听，三曰气听，四曰耳听，五曰目听。以八辟立邦法复刑罚，一曰义亲之辟，二曰义故之辟，三曰义贤之辟，四曰义能之辟，五曰义公之辟，六曰义贵之辟，七曰义情之辟，八曰义兵之辟。以三次断庶民欲送之中，一曰训群臣，二曰训群吏，三曰训万民听民之所赐。又以师上服下服之行，及代笔登名数字升尺以上分于天府内史司会采二之，以治国用小祭祀奉犬牲。凡因祀武帝时祸水纳亨亦如之，大宾客前王而辟后世子之丧亦如之，小师吏禄凡国之大事使其属毕。孟东四司明献民数于王，王拜受之，以图国用而进退之。岁中则令群事祭欲必送登中于天府正，遂率其属而官行相令以目夺，曰不用法者国有常行令群事，乃宣布于四方现行竟，乃令其属入会乃至事事师。事师之执掌国之五境之法，以左右刑罚，一曰公敬，二曰官敬，三曰国敬，四曰野敬，五曰军敬，皆以目夺训之余朝书而献于门旅。以五戒先后刑罚五使罪立于民，一曰试用之于军旅，二曰告用之于会同，三曰禁用诸田邑，四曰纠用诸国中，五曰献用诸都比长相和州党族旅比之廉与其名人之时，五使之相安相受以比追虚之事。
以施刑罚庆赏长官中之政令查狱送之此以诏司寇断狱必送至方令长事之八成一曰方卓二曰方贼三曰方蝶四曰犯方令五曰缴方令六曰未方道七曰未方朋八曰未方乌若方凶荒则以荒变之法治之令宜明通。PG 五十六才纠首缓刑凡以才欲送者正之以复别曰既若既胜国之社稷则谓之师王便出入则前驱而辟四五地则我师及王冠既祸水凡积耳则奉犬生诸侯卫兵则率其属而避于王公大丧亦如之大师率其属而进逆军旅者与犯失禁者而戮之岁终则令政要会正岁率其属而献禁令于国及郊野乡试乡试长国中各长其乡之名数而纠介之听其欲送查其辞辨其欲送议其死刑之罪而要之询而直听于朝司叩听之断其欲必其送于朝群事私刑皆在各立其法以意欲送欲送城市失受中邪日行杀四之三日若欲免之则望会其其大祭祀大丧祭大军旅大宾客则各长其乡之禁令率其属夹道而避三公若有方士则谓之前驱而辟其丧亦如之凡国有大事则戮其犯命者岁事岁事长四交各长其岁之名数而究其戒令听其欲送查其辞辨其欲送议其死刑之罪而要之二旬而直听于朝司叩听之断其欲必其送于朝群事私刑皆在各立其法以意欲送欲送城市失受中邪日就交而行杀各余其岁四之三日若欲免之则望令三公会其其若邦有大事聚众数则各长其岁之禁令率其属而避六亲若有邦事则谓之前驱而辟其丧亦如之凡交有大事则戮其犯命者县市县市长也各长其县之名数究其戒令而听其欲送查其辞辨其欲送议其死刑之罪而要之三旬而直听于朝司寇听之断其欲必其送于朝群事私刑皆在各立其法以意欲送欲送城市失受中邪日行杀各就其县四之三日若欲免之则亡命六亲会其其若邦有大义聚众数则各长其县之禁令若大夫有邦事则谓之前驱而辟其丧亦如之凡也有大事则戮其犯命者方士方士长都加听其欲送之辞辨其死刑之罪而要之三月而上欲送于国司寇听其臣于朝群事私刑皆在各立其法以意欲送欲送城市失受中书其行杀之臣与其听欲送者凡都加之大事聚众数则各长其方之禁令矣时修其宪法若岁终则审之而诸长焉凡都加之事所上至则主之亚事 PG 五十七亚市长四方之欲送欲罪行于邦国凡四方之有志于事者造焉四方有乱欲则往而成之邦有宾客则与行人送义之入于国则谓之前驱而辟也亦如之居馆则率其属而谓之避诸路报客者客出入则道之有志则赞之凡邦之大事聚众数则独其事尽朝事朝市长见邦外朝之法左九级孤卿大夫魏燕群是在其后右九级公侯脖子男魏燕群立在其后面三怀三公魏燕州长仲树在其后左家石平霸名燕右被石达琼名燕率其属而以边呼区且辟近曼朝错立足坛者凡的或或会人民六处者委于朝告于世巡而举之大者公之小者庶民私之凡事之至有其日国中一巡交二巡也三巡都三月邦国期其内之至听其外不听凡有责者有判书以至则听凡民同或财者令以国法行之犯令者刑罚之凡属责者以其地负而听其辞凡盗贼军相以及家人杀之无罪凡报仇仇者书于是杀之无罪若帮凶
荒札丧寇戎之故，则令邦国都加县以律行贬。司民，司民长分万民之数，自身旨以上皆书于板殿，其国中与其都以及其郊野以其男女岁跟下其死生及三年大。彼以万民之数召司寇，司寇及孟东四司民之日献其数于王，王拜受之分于天府内，使司会冢乃二之以赞王。至司行，司行长五行之法，以立万民之罪：莫罪五百，易罪五百，公罪五百，月罪五百，杀罪五百。若司寇断玉璧送，则以五行之法召刑罚而以便罪之轻重。司次，司次长三次三六三射之法，以赞司寇听御送。一次曰训群臣，再次曰训群吏，三次曰训万民，一又曰不时在右曰过失，三又曰遗忘。一射曰又若再射，曰老毛，三射曰蠢愚。以此三法者，求民情断民中而失上服下服之罪然。后行杀。司曰，司曰长邦国及万民之曰祭至神之曰为上至民之曰次之至的之曰次之至公之曰次之至器之曰次之至至。PG 五十八。之曰次之凡大曰祭书于宗以小曰祭书于丹徒若有送者则耳而辟葬其不幸者服莫行若大乱则六官辟葬其不幸者杀。司盟，司盟长盟宰之法，凡邦国有一会同则长其盟曰之宰及其礼以北面照明神祭盟则二之盟万民之犯令者祖其不幸者亦如之凡民之有约祭者其二在司盟有欲送者则使之盟祖凡盟祖各以其地狱之众数共其身而至焉祭盟则为司盟共其九府之经执金长凡金玉锡石丹青之戒令受其入真者辨其物之美恶与其数量恰而喜之入其金锡于为兵器之服入其玉石丹青于手藏之服入其要长受事之金罚或罚入于私兵旅于上帝则共其金反享诸侯亦如之凡国有大故而用金石则长其礼私利私利长盗贼之任器或会变其物皆有数量假而下之入于私兵其奴男子入于罪利女子入于冲靠凡有绝者与七十者与未称者皆不为奴犬人犬人长犬身凡祭祀共犬身用犬物服役亦如之凡己耳审孤用盲可也凡相犬牵犬者属焉长其政治司环司环长收教罢民凡害人者服使官事而加民情焉人之以事而收教之能改者上罪三年而舍中罪二年而舍下罪一年而舍其不能改而出还土者杀虽出三年不止凡还土之行人也不亏体其罚人也不亏财掌球掌球掌手盗贼凡球者上罪故而拱至中罪至故下罪故王之同族拱有绝者至以呆避罪及行杀告行于王凤而是朝氏家民故以事事而行杀之凡有绝者与王之同族奉而是便失事以待行杀长禄长禄长斩杀贼别而国之凡杀其亲者焚之杀王之亲者孤之凡杀人者国诸事四之三日行道于是凡罪之力于法者亦如之为望之同族与有绝者杀之于殿失事凡君与田役斩杀行路亦如之末者使守门役者使守关公者使守内月者使守右坤者使守金私利 PG 五十九私利长武力之法变其物而长其政令率其民而国盗贼一国中之鲁士为百官积任气凡求职人之事方有计四宾客丧祭之事则亦其凡武之事长率四敌之历史之皆服其邦之服执其邦之兵守王公与野舍之力尽罪吏罪吏长一百官府与凡有守者长使令之小事凡封国若加牛助为千旁其守王公与其力尽者如蛮吏之事蛮吏蛮吏长一校人养马骑在王宫者执其国之兵以守王宫在野外则守吏境
敏利，敏利长一处养鸟而复番教导之长子，则取利焉。一利，一利长一牧人养牛马与鸟，言其守王公者与其守利尽者如蛮利之事。合利，合利长一服不施而养兽而教扰之长与兽，言其守王公者与其守利尽者如蛮利之事。布县，布县长县方之行径正月之吉执金节以宣布于四方，而县方之行径以结四方邦国及其都抵达于四海凡邦之大事和众数，则以行径号令。禁杀戮，禁杀戮长司斩杀戮者，凡伤人见血而不以告者，攘狱者，恶讼者，以告而诛之。禁暴事，禁暴事长禁术士之断暴力政者，假诬犯禁者，作言语而不信者，以告而诛之。凡国惧众数，则戮其犯禁者以训。凡犀利惧而出入者，则私戮之，戮其犯禁者。也如是，也如是长达国道路至于四基彼国交集也之道路速袭警数，若有宾客，则令守屯的之人拒之，有相降者诛之。凡道路之舟车及户者续而行之，凡有节者及有绝者至，则谓之辟禁也之。横行禁于者，凡国之大事以修除道路者长，凡道禁邦之大师，则令扫道路，且以己进行作不实者不误者。腊事，腊事长除债，凡国之大祭祀令周礼除不捐进行者，任人及凶服者以及郊野大师大宾客亦如之。若有死于道路者，则令埋而至洽焉，书其日月焉，献其衣服，任弃于有地之官，以待其人长。凡国之债尽，庸事，庸事长勾毒快池之禁，凡害于国家者，春令未景或勾毒之利于民者，秋令塞井渡或进山之为怨则之审者。平事 PG 六十，平事长国之水禁己酒禁酒禁川游者。私务事，私务事长夜食以新分夜以照夜事夜禁欲成行者禁消行者夜游者。私选事，私选市长以夫岁取名火于日，以建取名水于月，以共祭祀之名资名竹共名水，凡邦之大事共焚竹亭燎中春。以木夺修火禁于国中，军旅修火禁邦，若乌珠则为民翠烟。调郎市，调郎市长执鞭以驱辟王出入，则八人夹道公，则六人侯伯，则四人子男，则二人。凡事执鞭以驱于前且令之事。仆右曰杀士，御曰车换士，大夫曰赶赴官边，五百士师曰三百士，方之大使曰杀士，小使曰末。修驴士，修驴士长比国中宿户者与其国中而比其追虚者而赏罚之，禁禁于者与以兵革虚行者与驰骋于国中者。方有故则令守其驴户为直节者不己。明士，明士长射虎张贵景或以公猛兽以灵骨驱之，若得其兽则献其皮革尺须备。术士，术士长除毒骨以公说贵之家草公之，凡驱骨则令之比之。血士，血士长公折兽各以其物火之以实现其真意皮革。赤士，赤士长公猛鸟各以其物为眉而己之以实现其羽合。做事，做事长公草木及林鹿，夏日至令堪阳木而火之，冬日至令包阴木而水之，若欲其化也则春秋变其水火反攻木者长其政令。治事，治事长杀草春始生而蒙之，夏日至而移之，秋神而山之，冬日至而四之，若欲其化也则以水火变之，长凡杀草之政令。撤促事，撤促事长赴妖鸟之巢以方书，十日之号时有二辰之号时有二月之号时有二岁之号二十有八星之号献其巢上则去之。检事 PG 六十一，检事长除杜物以公勇公之以芒草熏之，凡树骨之事。赤拔事，
赤伐市长除强污以圣炭公之以挥洒毒之凡细污除其离虫。郭市长去挖免坟墓局以挥洒之则死以其烟废之则凡水谷无声。胡卓市长除水虫以泡土之谷区之以焚石头之若欲杀其神则以母姑五贯向齿而审之则其神死冤未灵。廷市长设国中之妖鸟若不见其鸟兽则以旧日之功与旧月之始设之若神也则以大阴之功与往时设之。贤梅市长司萧国之大祭司令晋吴萧军吕田义令贤梅晋教哭叹污于国中者行歌哭于国中之道者。伊其市长国之大祭司共其杖贤军吕受有爵者杖共王之持杖。大行人长大兵之礼及大客之仪以清诸侯春朝诸侯而图天下之事秋晋以比邦国之功夏宗以成天下之魔。东域以协诸侯之律时会以八四方之境阴同以失天下之政时聘以结诸侯之好阴跳以除邦国之特兼问矣。欲诸侯之至归盛以交诸侯之福贺庆以赞诸侯之喜至贵以补诸侯之灾以久以变诸侯之命等诸臣之决矣。同邦国之礼而待其宾客上宫之礼直还归九寸骚及九寸冕服九章见长九游凡因九旧二车九圣戒九人礼。九劳其朝为宾主之间九十步立当车指病者五人庙中将第三响王礼在冠而坐响礼九献十礼九举出入伍。姬三问三劳诸侯之礼直信归七寸骚及七寸冕服七章见长七游凡因七旧二车七圣戒七人礼七劳朝卫兵主之间七十步立当前疾病者四人庙中将第三响王礼一贯而坐响礼七献十礼七举出入四姬再问再劳诸伯职公归其他皆如诸侯之礼诸子职古币五寸骚及五寸冕服五章见长五游凡因五旧二车五圣戒五人礼五劳朝卫宾主之间五十步立当车横病者三人庙中将第三响王礼一贯故坐响礼五献十礼五举出入三击一问一劳诸男直不必其他皆如诸子之礼凡大国之孤直皮薄以计小国之君出入三击不问一劳朝卫当车前部交并庙中无香以九礼之其他皆是小国之君凡诸侯之亲其礼各下其君二等以下及其大夫士皆如之。 PG62邦姬方千里其外邦五百里谓之侯服岁一见其共四物又其外邦五百里谓之变服二岁一见其共平物又其外邦五百里谓之南服三岁一见其共器物又其外邦五百里谓之彩服四岁一见其共服物又其外邦五百里谓之卫服五岁一见其共财物又其外邦五百里谓之药服六岁一见其共货物九州之外谓之藩国是一见各以其所谓保卫至王之所以辅邦国诸侯者岁便存三岁便跳五岁便审七岁属相须欲言语邪辞命九岁属虎使欲书明听声音时有一岁达瑞杰同度量成老李同数气修法则时有二岁王巡守英国凡诸侯之王室便齐为正其等邪其礼兵而见之若有大丧则相诸侯之礼若有四方之大事则受其必听其辞凡诸侯之方交岁相问也应相聘也是相朝也小行人长邦国宾客之礼及以待四方之使者令诸侯春入贡秋献公王亲授之各以其国之吉礼之凡诸侯入王则逆劳于积极交劳事管将必未成而并凡四方之使者大客则并小客则受其必而听其辞使是四方邪酒宜宾客之礼朝敬宗欲会同君之礼也存跳审聘问臣之礼也达天下之六节山国用虎节是国用人节则国用
龙劫皆以金位之道路用金劫门关用符劫都比用管劫皆以竹位之臣六瑞王用天归公用桓归侯用姓归伯用公归子用古币男用仆币和六币归以马张以皮币以伯从以景虎以秀黄以斧此六物者以和诸侯之好物若国札丧则令父补之若国凶荒则令周伟之若国失意则令稿贵之若国有福事则令庆贺之若国有祸灾则令哀吊之凡子五物者至其事故及其万民之利害为一书其礼俗正事教至行径之逆顺为一书其悖逆暴乱作特由犯令者为一书其札丧凶荒恶贫为一书其康乐和清安贫为一书凡子物者美国便义之以反应于王以周知天下之故司仪司仪长久以之宾客并相之礼以照仪容辞令依让之节将和诸侯则令魏谈三成宫旁一门赵王以南相见诸侯土一数姓十一一姓天一同姓及其病之各以其礼公于上等侯伯于中等自南于下等其将必亦如之其礼 PG 63亦如之王彦则诸侯毛凡诸公相卫宾主国五姬三问皆三辞拜受皆履并在劳三辞三一登拜受拜送主君交劳交并三辞车一拜履三一三辞拜受车送三还在拜至管亦如之至孙如至姬之礼即将必交并三辞车一拜汝宾车进踏拜三一三让每门指一相及庙为上相务宾三一三让登在拜受必宾拜送必每事如出宾亦如之即出车送三请三进在拜宾三还三辞告辟至雍系还归享时至赠交送皆如将必之以宾之拜礼拜雍系拜享十兵祭主君皆如主国之礼诸侯诸伯诸子诸男之相卫兵也各以其礼相待也如诸公之以诸公之臣相卫国客则三姬皆三辞拜受及大夫交劳履并三辞拜汝三让登听命下拜登受兵使者如出之以及退拜送至管如出之以及将必履并三辞拜密客辟三一每门指一相及庙为君相入三让客登拜客三辟受陛下出每事如出之以及礼司面司县皆在拜稽首君答拜出及中门之外问君客在拜对君拜客辟而对君问大夫客对君劳客客在拜稽首君答拜客屈辟至雍系如劳之礼享时还归如将辟之于君管客客辟借受命遂送客从拜汝于朝明日客拜礼次岁行如入之姬凡诸伯子男之臣以其国之爵相为客而相礼其仪亦如之凡四方之宾客礼仪辞命系劳次献以二等从其爵而上下之凡宾客送逆同礼凡诸侯之交各称其方而谓之必以其必谓之礼凡行人之仪不朝不系不正其主面亦不备客行夫行夫长邦国传递之小事美恶而无礼者凡其实也必以经节虽道有难而不实必达居于其国则长行人之劳汝是焉使则戒之还人还人长宋逆邦国之通宾客以路节达诸四方舍则受管令具有任气则令还之凡门官无己宋逆即将相虚相虚长蛮以敏和戎狄之国使长传王之言而欲说焉以和亲之若以时入兵则携其礼与其辞言传之凡其出入宋义之礼节必薄辞令而兵相之凡国之大丧照相国客之礼仪而正其位凡君与会同受国客必而兵礼之凡作事王之大事诸侯次世亲次世大夫次世上世下世庶子长客PG 64长客长四方宾客之劳礼器限九十之等数与其政治王和诸侯而享礼则据时有二劳数据百物被诸侯常食有在县王巡守因国则国君善以身独令百官百身皆具从者三公事上公之礼卿是侯国之礼大夫世子男之
李氏是诸侯之亲，李庶子一是其大夫之李凡，诸侯之李尚公武姬皆是孙谦，三间皆修群戒行人改时皆有劳。孙武劳十四十辅十斗四十行四十有二仆四十鼎鬼十有二生三十有六皆成雍戏九劳其死劳如孙之臣谦。四劳米百有二十举西海百有二十瓮车皆成车米士身劳劳十车车成有五叟车和氏死劳劳十车车三拿除。新贝和皆成臣秦日九十双阴善大劳以及归三享三十三宴若福卓则以必至之凡界行人改始皆有孙雍戏。以其爵等位之劳礼之陈述为上界有秦献夫人至礼八胡八斗八边善大劳至享大劳十大劳卿皆见以高闪。大劳侯伯四姬皆是孙谦再问皆修孙四劳十三十有二辅八斗三十有二行二十有八胡三十有二鼎鬼十有二星二十有七皆成雍戏七劳其四劳如孙之臣千三劳米百举西海百雍皆成米三十车和四十车除新贝和皆成臣秦日七十双阴善大劳三享在时在宴凡界行人改始皆有孙雍戏以其爵等位之礼为上界有秦献夫人至礼八胡八斗八边善大劳至雍大劳卿皆见以高善特牛子男三姬皆是孙谦一问以修孙三劳十二十有四辅六斗二十有四行十有八胡二十有四鼎鬼十有二生十有八皆成雍戏五劳其四劳如孙之臣谦二劳米八十举西海八十雍皆成米二十车和三十车除新贝和皆成臣秦日五十双一响一十一宴凡界行人改时皆有孙雍戏以其爵等位之礼为上界有秦献夫人至礼六胡六斗六边善士至享亲见亲皆善特牛凡诸侯之亲大夫是为国客则如其戒之礼以待之凡礼宾客国心杀礼凶荒杀礼杂丧杀礼祸灾杀礼在野在外杀礼凡宾客死至礼以丧用宾客有丧为除烧之受遭主国之丧故受享时受生礼长亚长亚长邦国之等级以待宾客若将有国宾客至则借官修伪机与事逆宾于将为前驱而入急速则令聚集伪则至机至于国宾入管次于舍门外待事于客即将必为前驱至于朝召其未入复即退亦如之凡宾客之至 PG 65令亚亚至之凡从者出则使人道之即归送亦如之凡宾客诸侯有亲亚亲有大夫亚大夫有事亚事皆有亚凡亚者宾客至而往召相其事而长其志令长交长交长以节与必寻邦国之诸侯及其万民之所聚者道王之德意志律使贤之王之好恶辟行之时和诸侯之好达万民之说长邦国之通事而结其交好以御九岁之力九礼之亲九牧之为九敬之难九荣之威长察阙长察阙长或贵阙长或贵阙朝大夫朝大夫长窦家之国至日朝以听国事故以告其君长国有政令则令其朝大夫凡窦家之至于国者必因其朝大夫然后听之为大事不因凡都加之至有不及者则诛其朝大夫在君与则诛其有司都则却都则却都是却都是却家是却家是却东关考功绩东关考功绩国有六职百公与居一焉或坐而论道或坐而行之或审区面议以斥五才以便名器或通四方之争议以资之或斥力以长的才或至司马以成之坐而论道谓之王公坐而行之谓之士大夫审区面议以斥五才以便名器谓之百公通四方之争议以资之谓之商旅斥力以长的才谓之农夫至司马以成之谓之副公乐无伯宴无寒
秦无奴胡无公车月之无伯也非无伯也夫人而能为伯也燕之无韩也非无韩也夫人而能为韩也秦之无奴也非无奴也夫人而能为奴也胡之无公车也非无公车也夫人而能为公车也之者创物巧者数之手之侍卫之公百公之事皆圣人之作也朔金以为任民土以为器作车以行路作舟以行水此皆圣人之所作也天有时 PG 66的有器材有美工有巧和此四者然后可以为良才美工巧然而不良则不时不得的器也局于怀而北未止局欲不逾计和逾问则死此的气然也正知刀宋之金弩之削吴傲之剑千乎其地而弗能为良的气然也燕之角金之干分胡之感吴越之金息此才之美者也天有时以生有时以杀草木有时以生有时以死时有时以乐水有时以明有时以则此天时也凡公木之公七公金之公六公皮之公五色色之公五瓜膜之公五团直之公二公木之公轮鱼公炉匠车子公金之公柱也断桃公皮之公含抱玉为球色色之公化会中荒瓜膜之公玉制雕使盘团直之公桃有余世上桃下后世上将因人上子周人上余故一器而工具焉者车位多车有六等之数车枕四尺位之一等割别六尺有六寸计见而以重于枕四尺位之二等人长八尺重于割四尺位之三等书长寻有四尺重于人四尺位之四等车脊长重于书四尺位之五等球毛长有四尺重于脊四尺位之六等车位之六等之数凡查车之道必自载于地者时也是故查车自轮时凡查车之道欲其朴熟而为至不朴熟无以为晚久也不为至无以为七速也轮以重则人不能登也轮以必则于马中古登至也不兵车之轮六尺有六寸田车之轮六尺有三寸乘车之轮六尺有六寸六尺有六寸之轮只重三尺有三寸也加枕与不淹四尺也人长八尺灯下以为节轮人轮人为轮斩三才必以其十三才既具巧者和之骨也者以为力转也扶也者以为直指也压也者以为固抱也轮必三才不失职位之玩望而是其轮欲其逆而下以也进而是之欲其为智也摩所取之取诸环也望其福欲其消而欠也进而是之欲其肉称也摩所取之取诸意直也望其骨欲其眼也进而是之欲其愁之脸也无所取之取诸疾也是其肯欲其早之正也察其资早不于则轮虽必不匡反斩骨之道必举其阴阳阳也者整理而兼阴也者梳理而柔事故以火养其阴而其诸其阳则骨虽必不消骨小而长则做大而短则至事故六分其轮虫以其一位之牙为参分其牙为而七其二果其七内而中区之以为之骨肠以其肠位之为以其为之乐烧 PG 67其手五分其骨之长去亦以为弦去三以为指龙骨必直成转必正失交必后失筋必束绸必覆干即摩格色青白位之骨之善参分其骨长二在外一在内以致其浮凡浮量其凿深以为浮广浮广而凿浅则是以大物虽有良公莫之能故凿深而浮小则是故有余而强不足也故宏其浮广以为之弱则虽有重任骨不折参分其浮之长而杀其一则虽有生泥一浮之脸也参分其骨为去亦以为敲为柔浮必其平审必均直以直牙牙的则无也而故不得则有灭必足见也六尺有六寸之轮等参分寸之二位之轮之故凡为轮行则者欲住行山者欲谋住以行则则是刀以割土也是故徒不复谋以行山则是国以行时也是故轮虽必不令于凿凡柔牙外不连而内
不错旁不种谓之用果之善事不归之以是其环也与之以是其荒也现之以是其福之职也水之以是其平生之君也量其叟以属以是其痛也权之以是其轻重之谋也物可归可与可水可现可量可权也谓之国公伦人谓盖达长为三寸盈为背之六寸性其盈为以为不广不广六寸不长二尺盈长背之四尺者二十分寸之一谓之眉不尊以眉公凿广四眉凿上二眉凿下四眉凿深二寸有半下直二眉凿宽以眉公长六尺谓之臂直五尺谓之臂轮四尺谓之臂枕三分弓长而柔其一三分其骨为去意以为早为三分弓长以其一谓之尊上玉尊而与玉杯上尊而与杯则土水极而六远盖以重则南为门也盖以杯是闭目也是故盖重十尺梁盖福茂福红鹦鹉而持部队谓之国公愚人愚人谓车轮重车广横长参无一谓之参称参分车广去意以为岁参分其岁一在前二在后以柔其势以其广之半谓之是重以其岁之半谓之较重六分其广以一为之整为参分整为去意以为是为参分是为去意以为较为参分较为去意以为止为参分止为去意以为坠为环者中归方者中举例者中线横者中水直者如身焉记者如腹焉凡居财带以小无病大以小则催以之则决战车欲掩饰车欲迟周人周人谓周周有三度轴有三里国马之周身四尺有七寸田马之周身四尺奴马之周身三尺有三寸轴有三里 PG 68一者以为美也二者以为久也三者以为利也为前十尺而侧半之凡任务人正者十分其周之长以其一谓之为横任者五分其长以其一谓之为小余度谓之无任五分其枕间以其一谓之轴为十分其周之长以其一谓之当兔之为参分其兔为去意以为颈为五分其颈为去意以为种为繁柔周欲其孙而无胡身金夫大车之源至其登又难即刻其登其覆车也必一此无故为原直且无饶也是故大车平地即节宣制之任及其登至不服其原必一其牛此无故为原直且无饶也故登至者被任者也犹能以登及其下至也不原其底必丘其牛后此无故为原直且无饶也是故周欲其点周深则折浅则覆周柱则立准立准则久合则安周欲胡而折精而无绝进则与马谋退则与人谋终日驰骋左不见行数千里马不弃虚终遂欲依任不必此为周之和也劝登马立马立即节周犹能以取燕凉周环卓自伏兔不至鬼七寸鬼中有卓谓之国周枕之方也一项的也盖之环也一项天也轮伏三十一项日月也盖宫二十有八一项星也龙其九游一项大火也鸟鱼七游一项纯火也熊其六游以象法也龟蛇四游以象银饰也狐金往石以象狐也公金之公柱是直下其也是直上其是未生是未亮断是未国气陶是未任金有六其六分其金而西居一位之中鼎之其五分其金而西居一位之辅金之其四分其金而西居一位之歌己之其三分其金而西居一位之大任之其五分其金而西居二位之消杀使之其金息半位之见岁之其注释注释为消长尺薄寸合六而成规欲心而无穷毕竟而无恶也是也是为砂石刃长寸为寸挺石之重三院割广二寸内背之弧三之圆四之以聚则不入以勾则不绝长内则折前短内则不及是故聚聚外国重三月几广寸有半寸内三之弧四之圆五之聚聚中举与次重三月陶氏
陶氏谓见蜡广二寸有半寸两从半之以其蜡广谓之今为常备之中其今设其后参分其蜡广去亦以为首广。而为之身长五其今长重九略谓之上至上是福之身长四其今长重七略谓之中至中是福之身长三其今长。PG 69。重五略谓之下至下是福之。福是。服饰谓中两鸾谓之喜喜间谓之鱼鱼上谓之骨骨上谓之真真上谓之五五上谓之永永上谓之横中线谓之炫炫虫谓之干中带谓之转转间谓之眉眉谓之锦鱼上之魔谓之碎十分其喜去二以为真以其真谓之喜间去二分以为之骨间以其骨间谓之五修去二分以为五广以其真之长谓之永长以其永长谓之为参分其为去亦以为恒为参分其永长二在上一在下以摄其炫佛后之所震动清浊之所由出尺眼之所由心有说中矣后则时以薄则波尺则作眼则欲长永则正是故大中十分其骨间以其一位之后小中十分其真间以其一位之后中大而短则其身极而短文中小而长则其身疏而远文未遂六分其后以其一位之身而还之是是谓量改先精析则不冒不冒然后全之全之然后准之准之然后量之量之以为立身尺内方尺而还其外其实一粒其臀一寸其实一斗其耳三寸其实一身重一君其身中黄中之功而不睡其名曰时文思所与真其极加量继承以观四国有起绝后资气为则凡铸金之状金与锡黑浊之气结黄白刺之黄白之气结青白刺之青白之气结青气刺之然后可铸也短视却短视却寒人寒人为甲烯甲烯属四甲六属和甲五属烯甲寿百年四甲寿二百年和甲寿三百年凡为甲必先为荣然后至隔权其上履与其下履而重若一以其长谓之为凡甲断不至则不坚以必则饶凡察合之道是其钻空欲其渊也是其理欲其义也是其正欲其直也高之欲其约也举而视之欲其风也依之欲其无懈也是其钻空而渊则隔间也是其理而义则才更也是其正而直则至善也高之而约则周也举之而风则明也依之无懈则变也报人报人之事望而视之欲其徒白也静而卧之欲其荣而华也卷而薄之欲其无以也视其者欲其浅也察其陷欲其藏也隔欲其徒白而即患之则坚欲其荣华而卧之之则虚隐而信之欲其直也信之而直则取财政也信之 PG 七十而往则是一方缓一方急也若苟一方缓一方急则急其用之也必自其急者先列若苟自急者先列则是以薄未散也卷而薄之而不已则后薄续也是其者而浅则隔性也察其限而藏则虽必不利运人运人谓高陶长六尺有六寸左右端广六寸中尺后三寸穷者三之一上三正骨长八尺骨四尺中为加三之一谓之粉骨谓高骨长寻有四尺骨四尺巨巨庆折繁茂骨必以其折之日两骨狭如鸡环骨大而短则其身极而短文骨小而长则其身疏而远文为是却为是却求是却求是却化会化会之是杂五色东方谓之青南方谓之赤西方谓之白北方谓之黑天谓之玄的谓之黄青与白相似也赤与黑相似也玄与黄相似也青与赤谓之文赤与白谓之张白与黑谓之土黑与青请之福五彩被谓之秀土以黄其象方天时变火以环山以张水以龙鸟兽蛇杂四十五色之位以张之位之巧凡化会之事后速攻中式
中士冉与以诸战丹熟三月而赤之唇而自知三入未熏五入未邹七入未滋。匡人阙，匡人阙，是。是便思以睡水沤其思七日去的尺报之昼报诸日夜宿诸景七日七夜是为水练练薄以蓝味灰卧唇其薄。食诸则气盈之以肾清其灰而露之而灰之而卧之而露之而涂之而宿之明日卧而露之昼报诸日夜宿诸景七日七夜是为水练。育人，育人之事正规尺有二寸天子手之命规九寸谓之桓规公手之命规七寸谓之信规侯手之命规七寸谓之公规伯手之天子直帽四寸以朝诸侯天子用权上公用龙侯用赞伯用将祭祀南直皮伯天子规中第四规尺有二寸以四天大龟长三尺柱上中魁首天子福之土龟尺有五寸以至日以土地冠龟尺有二寸有赞以四庙碗 PG 七十一龟九寸而骚以象得龟九寸判龟以除特以一行必限度尺好三寸以为度龟必五寸以四日月星辰必从九寸诸侯以享天子古规七寸天子以聘女大张中张九寸边张七寸设四寸后寸黄金韶青金外珠中鼻寸横四寸有骚天子以群首宗助以前马大张亦如之诸侯以聘女转规张八寸必从八寸以跳聘牙张中张七寸设二寸后寸以起军旅以制兵首长从五寸宗后以为权大从十有二寸设四寸后寸是为内政宗后首之长从七寸鼻寸有半寸天子以为权两归五寸有比以四的以旅四望转从八寸诸侯以享夫人按十有二寸早十有二列诸侯淳九代府淳五夫人以劳诸侯张比设宿公以四山川以制烧戏智人阙，智人阙，雕人阙，雕人阙，庆氏，庆氏为庆聚聚一举有半其薄位以古为二古为三参分其古薄去亦以为古薄参分其古薄以其一位之后以上则磨其旁以下则磨其砖使人。使人为使侯使参分府使参分一在前二在后兵使田使五分二在前三在后杀使七分三在前四在后参分其长而杀其一五分其长而与其一以其感后位之与深水之以变其阴阳加其阴阳以设其理加其理以设其语参分其羽以设其刃则虽有其锋亦服之能但以刃长寸为寸挺十之重三院前若则免后若则降中若则迂中强则扬与锋则持与杀则造势不加而饶之以示其锋杀之节也饶之以示其红杀之称也凡相感欲深而团同团欲众同众结欲疏同疏欲陶人陶人为眼十二立后半寸唇寸盆十二立后半寸唇寸赠十二立后半寸唇寸七川立十五湖后半寸唇寸与十二湖后半寸唇寸仿人仿人为鬼十一湖虫池后半寸唇寸斗十三而成湖虫池凡陶仿之事越肯必报步入士气中国斗中现国虫四 PG 七十二尺方四寸子人子人为损惧天下之大寿以知者高者裸者与者灵者宗庙之事知者高者以为身裸者与者灵者以为损惧外谷内谷雀行色行连行淤行以斗名者以著名者以旁名者以异名者以古名者以凶名者谓之小虫之属以为雕琢后唇眼口出目短耳大胸要后大体短斗若是者谓之裸鼠很有力而不能走其身大而红有力而不能走则于任重于大身而红则于中于弱势者以为中具势故及其所限而由其具敏锐会觉稳数目千斗小体千腹若是者谓之与鼠恒无力而轻其身轻扬而远闻无力而轻则于任轻以其身轻扬而远闻于庆仪若是者以为
庆具故及其所限而由其具名小手而长团身而红若是者谓之灵属以为损凡绝杀元氏之内必生其爪出其木作其灵之而生其爪出其木作其灵之而则于是必波尔而怒狗波尔而怒则于任重一切其匪色必四名矣爪不生木不出灵之而不作则必颓耳如尾以狗颓耳如尾则加任焉则必如将被错其匪色必四不明矣子人谓以气少一生绝一生孤三生现以绝而愁以孤一现而三愁则一斗以食一斗肉饮一斗酒中人之食也凡是子以气相衡而食不尽子失罪之子人谓侯广与重方参分其广而古居一焉上两个与其身三下两个半之上刚与下刚出蛇寻云寸焉张皮侯而七谷则春以公张五彩之侯则远国属张寿侯则望以习宴祭侯之礼以九湖海其子曰为若宁侯无或若女不宁侯不属于王所故抗而设女强以强食以女曾孙诸侯百福卢人卢人谓卢器歌别六尺有六寸书长寻有四尺车戟长球毛长有四尺一毛三寻凡兵无过三其身过三其身服能用也而国以又以害人故攻国之兵欲短守国之兵欲长攻国之人重行的远持以击且射山林之阻是故兵欲短守国之人寡食以保行的不远且不涉山林之阻是故兵欲长凡兵聚兵欲无但次兵欲无冤是故聚兵疲次兵团兵同强举为欲细细则效次兵同强举为欲重重欲妇人妇人则密是故轻之凡未输五分其长以其 PG73亦为之备而为之参分其为去亦以为进为五分其进为去亦以为守为凡为求毛参分其长二在前一在后而为之五分其为去亦以为进为参分其进为去亦以为次为凡事如是至而遥之以示其冤也九诸强以示其饶知君也恒而遥之以示其进也六见既废车不反复为之国公匠人匠人见国水的一线至灭一线是以井未归时日出之井与日入之井昼餐诸日中之井夜考之吉星以正朝夕匠人迎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图九纬左足右射面朝后世是朝一夫下后世是是堂修二七广四修以五室三四步四三尺九阶四旁两家白圣门堂三之二室三之一阴人众屋堂修七旬堂重三尺四阿众屋中人民堂度九尺之沿东西九沿南北七沿堂重一沿五室凡室二沿室中度以及堂上度以沿宫中度以旬野度以不图度以鬼庙门容大中七个为门容小中餐各路门不容乘车之五个应门二侧餐各内有九室九平居之外有九室九清朝焉九分其国以为九分九清至之王宫门阿之至五至公余之至七至臣余之至九至金图九鬼还图七鬼也图五鬼门阿之至以为都城之至公于之至以为诸侯之城至还图以为诸侯金图也图以未都金图匠人未勾续四广五寸二四未偶一偶之法广尺身尺未之田手背之广二尺身二尺未之岁九夫未井井间广四尺深四尺谓之沟方十里谓成臣间广八尺深八尺谓之续方百里谓同同间广二旬深二仞谓之快专达渔川各载其名凡天下之地一两山之间必有川焉大川之上必有涂焉凡沟易的乐谓之不行水属不理孙谓之步行稍沟三十里而广被凡行变水庆者以参五欲未渊则沟于举凡沟必因水一房必因地一善沟者水数之善房者水银之凡未房广与重方其沙参分去一大房外沙凡沟房必一日先生之以为是理未是然后可以负重力凡任所约大吉其反位之无任器屋参分瓦屋四分熏炮仓城逆墙六分堂图石有二分斗其重三尺墙
后三尺重三之。车人 PG74。车人之事，半举谓之宣，一宣有半谓之主，一主有半之科，一科有半谓之庆者。车人谓垒四长尺有一寸，中尺者三尺有三寸，上距者二尺有二寸，自其次圆其外以至于手以前，其内六尺有六寸，与不相中也。兼得玉直刺柔的玉具，刺直刺则立，推具刺则立，八具具庆者谓之中的。车人谓车科长三尺，薄三寸，厚一寸，有半五分其长，以其一谓之首。五长半科其为一科，有半幅长，一科有半其薄三寸，厚三之一。取三科者，三行则者欲短骨，行山者欲长骨，短骨则立，长骨则安，行则者反柔，行山者则柔反柔，则易则柔，则完。六分其轮虫，以其一谓之牙为薄车骨，长一颗其为二颗，其辐一颗，其曲二颗者三。五分其轮虫，以其一谓之牙为大车虫，三颗本寸，聘辐二颗，有参分科之二。羊车二颗，有参分科之一。薄车二颗，凡谓圆三其轮虫，参分其长二，在前一在后，以凿其沟彻广六尺，立长六尺。工人，工人为工取六材，必以其十六材计。具巧者合之，干也者以为远也，角也者以为急也，精也者以为深也，交也者以为和也，丝也者以为固也，漆也者以为受，双木也。凡取干之道，漆者为上亿，次之眼桑，次之橘，次之木瓜，次之金，刺之竹位下。凡香干玉赤黑，而阳身赤黑，则香心；阳身则远根。凡膝干射远者，用意射深者，用直居干之道资力不已，则功不发。凡香角秋杀者，后春杀者，薄至牛之角直而则老，牛之角枕而袭称极显，中极牛之角无则角欲清白而风莫夫角之莫促于而修于气势故柔柔故欲其意也。白也者亦之真也，夫角之中横当弓之位位也者必饶饶故欲其坚也。清也者坚之真也，夫角之莫远于而不修于气势故脆脆故欲其柔也。风莫也者柔之真也，脚长二尺有五寸，三色不失礼谓之牛。带牛凡相交玉珠色而习习也者，身狭而则枕而团连，鹿交青白，马交赤白，牛交火赤，鼠交黑，鱼交耳，犀交黄。凡逆之类不能方，凡相金玉小简而长大节而则小简而长大节而则则其为兽，必挑以为公，则其意于其兽。金玉璧之璧，七玉测思玉审的此六才之权，然后可以为两凡为公东西干而春夜脚下至金秋和三才寒电体冰西着东西干则明春夜脚则和夏至金则不凡秋和三才则和寒电 PG75体则张不留冰，西着则省还春备闲，则一年之事。膝干必轮膝脚无邪，着木必涂着木，不涂则及其大修也。金带之受病夫木也者，必强强者在内而磨其金夫，金之所由颤横由此作故。脚三叶而干在叶后，其如则木坚薄其如则虚，是故后其叶而结其如约之不接。约书数必谋着至必中交之必君，着至不中交之不君，则及其大修也。脚带之受病夫怀交于内而磨其脚夫，脚之所由错横由此作。凡居脚长者以次虚横脚而短视，未必饶以之则纵视之则不孝，横脚而达譬如中泄非公之力也。金夫交解中有变焉，故教于挺臂中有浮焉，故飘横脚而达矣如中泄非公之力。脚干欲熟于火而无盈，脚脚欲熟于火而无循，以金欲尽而无伤其力，欲交欲熟而水火相的。然则居汉亦不动，居师亦不动，苟有见功必因脚干之师以为之柔。善者在外动者在内，虽善于外必动于内，虽善亦弗可以为良。以凡为功方其峻而高，其辅长其位而薄，其臂挽之磨以应下辅之功，莫应将心为辅而发臂动于沙弓而与沙漠应将发弓。有六才焉为干强之张，如流水为体防之，以之中餐为脚之欲挽而无复嫌矣。
知如环视之无失体如环才美工巧位之时位之参军脚不胜干干不胜精位之参军量其力有三军军者三位知九合九合之工脚与干全金三谋交三略思三比七三与上工以有余下工以不足为天子之工合九而成规为诸侯之功和七而成规大夫之功和五而成规士之功和三而成规功长六尺有六寸位之上至上士服之功长六尺有三寸位之中至中士服之功长六尺位之下至下士服之凡位功各因其君之功至律血气丰肉而短宽缓以图弱势者谓之为公为公谓之安使骨质以利奋意以分弱势者谓之安公安公谓之为使其人安其公安其使安则莫能以素中且不生其人为其公为其使为则莫能以愿中往体多来体寡谓之家于之属地设逢与意往体寡来体多谓之王公之属地设格与直往体来体若一谓之唐公之属地设身大和无着其次金角尖有着而生其次有着而书其次角无着何着若被手纹角环着牛筋焚着迷筋翅或着何公模复之而角至位知具功复之而干至位之侯功复之而金至位之生功周礼中。